讲的还有税，来看到台北市政府公布了明年的土地公告地价调涨30.38%，涨30%，这个涨幅呢是22年来最大，换算下来就是平均每户未来将会增加1100块的地价税。想在台北市买卖房子，手脚可要快，因为2016年土地公告地价要大涨30%多，创下22年来新高。估计每户的地价税金也会增加1100元，又以市中心的涨幅最高。若以区域来看，其实中山、松山啊、南港这边的涨幅都是非常高的。因为中山、大安、松山这三个区域居住商业环境都好，观光商圈店面租金更是居高不下，涨幅高过其他行政区。不过整条街都含涨的地区则落在南港，像是南港的这个 BOT 案这边是涨幅41%最多，饭店、商场啊，包括一些高铁都会在那边通车，所以那边的土地涨幅是最高的。南港车站不只有既有的交通优势，共购的新购物商场、饭店、办公大楼更让地价明显上涨，公告土地现值涨幅来到41%，夺下冠军宝座。未来3年北市公告土地现值还是看涨，有房民众可以提前做好节税规划，但是租屋民众恐怕得做好心理准备，房东可能会把地价税的调涨直接反映在房租上。看完影片后，大家应该知道本讲次将以地价税为说明重点了吧？本讲次的讲授重点包括一、纳税义务人；二、课税范围；3、税基的认定原则；4、税额计算；5、特殊税率及减免。首先我们来看一、纳税义务人。地价税或田赋之纳税义务人如下：一、土地所有权人；2、设有典权之土地为典权人；3、承领土地为承领人；4、承垦土地为耕作权人。补充说明，所称典权者，系指支付典价在他人之不动产为使用、收益于他人不回赎时取得该不动产所有权之权。出典人于典期届满不以原典价回赎时，典权人即取得典物之所有权。前项之土地所有权，若属于公有或共同共有者，以管理机关或管理人为纳税义务人；其为分别共有者，地价税与共有人各按其应有部分为纳税义务人。补充说明，公有土地系指国有土地、直辖市有土地、县市有土地或乡镇市有之土地。共同共有，共有人共同拥有全部产权，应得共有人全体同意方可处分财产，如继承人有数人时，在分割遗产前，各继承人对于遗产全部为共同共有。分别共有，系指共有人分别持有共有财产之特定比例，得就其自己持有之部分自由处分。如购置大楼中之一户，对坐落土地之持分。接下来，田赋以共有人所推举之代表人为纳税义务人，未推举代表人者，以共有人各按其应有部分为纳税义务人。二、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机关得指定土地使用人负责代缴其使用部分之地价税或田赋：一、纳税义务人行踪不明；二、
权属不明；三、无人管理；四、土地所有权人申请由占有人代缴。土地所有权人在同一直辖市、县市内若有两笔以上的土地，为不同之使用人所使用时，如土地之所有权人之地价税，系按累进税率计算，各土地使用人应就其使用土地之地价比例，负代缴地价税之义务。前项代缴义务人代缴之地价税或田赋，得抵付使用期间应付之地租，或向纳税义务人求偿。二、课税范围。已规定地价之土地，除依规定课征田赋者外，都应课征地价税。二、非都市土地依法编定之农业用地，或未规定地价者，才课征田赋。但是都市土地合于下列规定者，一同：一、依都市计划法编为农业区或保护区，现作农用使用者。二、公共设施尚未完竣前，仍作农业使用。三、依法限制建筑，仍作农业使用。四、依法不能建筑，仍作农业使用。五、依都市计划编为公共设施保留地，仍作农业使用。另外，农民团体与合作农场所有直接供农业使用之仓库等等的用地，仍征收田赋。公有土地供公共使用及都市计划公共设施保留地，在保留期间未作任何使用，并与使用中的土地隔离者，免征田赋。三、税基认定原则。第一项，举办规定地价或重新规定地价时，土地所有权人未于公告期间申请地价者，以公告地价的80%为其申报地价。土地所有权人于公告期间申报地价者，其申报之地价若超过公告地价的120%时，以公告地价的120%为其申报地价。申报之地价未满公告地价的80%的时候，得照价收买，或以公告地价的80%为其申报地价。做个总结，原则上用以课税的地价会落在政府公告地价的80%到120%之间。二、已经规定地价的土地，应按申报地价依法征收地价税。应纳地价税额因公告地价调整致纳税义务人缴纳困难者，得于规定缴纳期间内向稽征机关申请延期或分期缴纳，延期缴纳期间不得逾6个月，分期缴纳期间不得逾1年。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办理规定地价或重新规定地价的程序如下：一、分区调查最近1年的土地买卖价格或收益价格；二、依据调查结果划分地价区段，并估计区段地价后，提交地价评议委员会评议；三、计算宗地单位地价；四、公告及申报地价，其期限为30日；五、编造地价册及总规户册。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部分，税额计算。地价税按每一土地所有权人在每一直辖市或县市辖区内的地价总额计征之。补充说明，纳税义务人在同一个直辖市或县市内若有数笔土地，应合并课税，以及将这些土地的地价总额加总课税，而且只会收到一张税单。若在不同的直辖市或县市内拥有土地时，
不同地区的土地不会合并课税，而且每个地区都会收到一张税单。前项所称地价总额，系指每一土地所有权人因法定程序规定办理地价或重新规定地价，经核列归户册之地价总额。前项所称累进起点地价，系以各该直辖市或县市土地七公亩之平均地价为准，但是不包括工业用地、矿业用地、农业用地及免税土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式，所以累进起点地价的公式就是这样计算的。地价税基本税率是千分之十，超过累进起点地价者，依累进税率来课税。我们来看一下公式，假设某直辖市或县市之累进起点地价设为 P 的时候，其累进税率为课税地价总额在 P 以下的税率是千分之十， P 到六 P 之间是千分之十五，六 P 到十一 P 是千分之二十五，十一 P 到十六 P 是千分之三十五，十六 P 到二十一 P 是千分之四十五，二十一 P 以上是千分之五十五。好，我们来看一个例题，这是会计师的税法改编的例题。黄先生有一笔一般用地，位于新北市，面积五公亩。新北市每公亩的公告地价是250万元。位于规定期间申报地价，全市之平均每公亩公告地价是10万元。请问黄先生应缴纳的地价税最少为多少？我们来看一下解答。没有在公告地价期限内申报地价者，是以公告地价的80%为其申报地价，计算方式就是250万乘上80%等于200万。累进起点地价，也就是七公亩的平均地价，也就是每公亩10万元乘以7，就是70万。总地价每公亩200万乘上总共五公亩，所以是1000万元。好，地价的倍数就是用1000万去除以70万，就会等于大约是14.3倍。14.3P， 我们来查一下刚才的累进税率表，就会发现它的最高边际税率是35%。所以我们就可以计算它的应纳税额，就是最高的边际税率是35%的状况下，好，计算出来等于最后的解答就是227500元。好，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部分，特殊税率及减免。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自用住宅的特殊税率。第一个，合于下列规定的自用住宅，其地价税按2%计征。一、都市土地未超过3公亩。二、非都市土地未超过7公亩。国民住宅及企业或公营事业新建之劳工宿舍，自动工新建或取得土地所有权之日起，其用地之地价税适用前项税率计征，也就是2%。土地所有权人与其配偶及未成年之受抚养亲属，适用自用住宅用地价税率缴纳地价税者，以一处为限。自用住宅用地的定义为：一、土地所有权人或其配偶、直系亲属于该地办竣户籍登记，且无出租或供营业用之住宅用地；二、其土地上之建筑改良物属土地所有权人或其配偶、直系亲属所有者为限。二、公有土地按基本税率征收地价税，
但公有土地供公共使用者免征地价税。我们来看重要的限制。一、土地所有权人在本法施行区域内申请超过一处之自用住宅用地时，依本法认定一处适用自用住宅用地的税率。这一处怎么选择呢？原则上是以土地所有权人择定之户籍所在地为准。如果土地所有权人没有择定的话，它的适用顺序如下：一、土地所有权人之户籍所在地；顺序二、配偶之户籍所在地；顺序三、未成年受抚养亲属之户籍所在地。假若土地所有权人与其配偶或未成年的受抚养亲属分别以其所有土地申请自用住宅用地时，那要怎么办呢？应以共同择定之户籍所在地为准。若未择定者，应以土地所有权人与其配偶未成年之受抚养亲属申请当年度之自用住宅用地的地价税最高者为准。户籍所在地之适用顺序依长幼次序来定之。二、合于下列规定之自用住宅用地，其地价税按千分之二来计征：一、都市土地未超过三公亩；二、非都市土地未超过七公亩；三、土地所有权人在本法施行区域内申请之自用住宅用地面积若超过第一项之规定者，应依土地所有权人择定之适用顺序计算至该规定之面积限制为止。土地所有权人若未择定者，其适用顺序如下：一、土地所有权人与其配偶及未成年之受抚养亲属之户籍所在地；二、直系血亲尊亲属之户籍所在地；三、直系血亲卑亲属之户籍所在地；四、直系姻亲之户籍所在地。前述第二款到第四款之适用顺序依长幼次序定之。四、分别在都市及非都市均有自用住宅用地，其适用特殊税率之面积限制。同一土地所有权人若同时在都市及非都市计划范围内都有自用住宅用地时，按照规定，土地所有权人与其配偶及未成年之受抚养亲属适用本法之自用住宅用地规定以一处为限，至其另有住宅用地供土地所有权人已成年之直系亲属涉及使用。如该直系亲属已于该地办竣户籍登记，且无出租或供营业用，应同时准其享受自用住宅用地税率课征地价税。为其享受自用住宅用地之面积限制，依然是都市土地不超过三公亩，非都市土地不超过七公亩。我们来看一个例题吧，这是会计师的税法例题改编。住在台中市的谢先生与谢太太在台中市各拥有住宅土地一笔，该两笔土地之面积皆不超过一公亩，且已知谢太太与谢先生育有一儿一女。请问目前税法对于夫妻与子女在适用自用住宅用地地价税之优惠税率时有何限制？二、在什么情况下谢先生与谢太太这两笔土地都可以适用自用住宅用地地价税之优惠税率？请指出一个情况供谢先生一家参考。我们来看他的答案。首先，第一点，我国税法对于夫妻与子女在适用自用住宅用地的优惠税率的限制如下：一、须为自用住宅土地所有权人或其配偶
直系亲属于该地设有户籍登记，且无出租或供营业用之住宅用地。二、土地所有权人与其配偶及未成年之受抚养亲属，适用自用住宅用地税率缴纳地价税者，以一处为限。三、面积限制，都市土地面积以三公亩为限，非都市土地以七公亩为限。四、土地上的房屋为所有权人或配偶、直系亲属所有。第二个状况，我们刚刚他要我们帮他想一个办法来适用。如果假设两个小孩都未成年的话，我们就建议或许由先生和太太在一处涉及，另外一处就可以拜托爸爸妈妈、岳父岳母、公公婆婆来涉及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例题。王军在1999年的台北市持有下列三笔土地，甲地的面积是400平方公尺，每平方公尺的申报地价是16000，公告限值25000；乙地面积100平方公尺，每平方公尺的申报地价24000，公告限值40000；丙地面积100平方公尺。每平方公尺申报地价20000，公告限值35000。甲地为自用住宅用地，按土地税法适用优惠税率。王军并于1999年初将乙地交付信托，受托人为张军，受益人为王军。假设1999年台北市的累进起点地价是200万元，请问一。以王军为纳税义务人，1999年应缴纳台北市的地价税总额为多少？二，1999年以地的地价税纳税义务人为何人？税额为多少呢？我们来看解答。一，自用住宅用地三公亩之地价税额等于1.6万，再乘上300平方公尺，也就是三公亩的上限。乘上1/1000等于0.96万。一般用地之地价，甲地1.6万乘上100平方公尺，乙地2.4万乘上100平方公尺，丙地20000乘上100平方公尺，将甲乙丙加总之后的地价是600万元。我们先来算一下地价倍数。就是总地价600万元去除以累进起点地价200万，等于3倍。我们去查刚才的累进税率表，发现三倍它的最高边际税率是1/1000，所以我们就可以计算它的地价税总额就是8万。于是王金1999年应缴纳台北市的地价税总额，就等于0.96万，再加上刚才算出来的8万元的部分，我们发现有两笔土地是王军自己管理的，另外一笔已经交付信托，所以王军就不是纳税义务人了。我们把王军所有的土地的占比，也就是160万加200万除以600万。这个就是王军所有的土地的占比，算出来再乘以刚才算出来的地价税8万，与自用住宅用地0.96万加总之后，就会等于5.76万。接下来我们看乙地地价税的纳税义务人，就是受托人张军。所以张军呢，他就乙地的8万元乘上乙地的占比，乘出来之后就是3.2万元，是由张军负责缴纳。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工业用地的优惠税率。供下列事业直接使用之土地，按1/1000计征地价税，但未按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核定规划使用者，不适用之。一、工业用地、矿业用地；二、私立公园、动物园、体育场所用地；三、
寺庙、教堂用地、政府指定之名胜古迹用地；四、经主管机关核准设置之加油站及依都市计划法规定设置之供公众使用之停车场用地；二、公共设施保留地，都市计划公共设施保留地，在保留期间内仍为建筑使用者，除依自用住宅用地规定外，统一按千分之六计征地价税，其位与任何使用并与使用中的土地隔离者，免征地价税。三、矿业用地，为发展经济，促进土地利用，增进社会福利，对于国防、政府机关、公共建设等慈善或公益事业及合理之自用住宅等所使用之土地及重划、垦荒、改良土地者，得与适当减免。四、公有土地，公有土地按基本税率计征地价税，但公有土地供公共使用者，免征地价税。我们刚刚看了那么多法规，我们现在来看一个例题，让同学练习一下。有关地价税税率之叙述，下列何者正确？一、公有土地免征地价税，这是错的，因为公有土地必须供公众使用，才免征地价税。二、地价总额超过累进起点地价未达五倍者，就其超过部分课征千分之十五，这是正确的。三、自用住宅用地税率为千分之二，这也是对的。四、企业新建之劳工宿舍，自新建完成之日起为千分之二，这是不对的，因为自开始动工日起就是千分之二。五、公共设施保留地，统一按千分之六计征地价税，这也是错的。公共设施保留地如果没有做任何使用的话，是免税的。所以答案就是 D 二和三。接下来我们看全免的情形，为发展经济，促进土地利用，增进社会福利，对于国防、政府机关、公共设施、骑楼走廊等等慈善或公益事业及合理之自用住宅等等所使用之土地，以及重划、垦荒、改良土地者，得与适当之减免。最后我们来看控地税，凡经直辖市或县市政府核定应课征控地税之土地，按该宗土地应纳地价税基本税额加征二至五倍的控地税，直辖市或县市政府对于私有控地得视建设发展情形，分别划定区域，限制建筑增建、改建或重建，预期为建筑增建、改建或重建者，按该宗土地应纳地价税基本税额加征二到五倍之控地税或照价收买。经依前项规定限期建筑增建、改建或重建之土地，其新建之改良物价值不及所占基地申报地价50%者，直辖市或县市政府不予核发建筑执照。税务法规第六讲就到此结束，我们下回再见，拜拜。